要求我们的干龟哈，李干龟的好朋友三台七大哥哥，来等一下哈，到我们的庙里来广飞祈求我们的平安龟，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三台七大哥们来求了平安龟，回到家里面之后，大家吃了平平安安哦，好，我给我们家里面的祈祷拿口令，你你假大力，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能够过得考试得第一，好，来我们先去。